近日，易烊千玺为某杂志拍摄的一组封面大片曝光。作为该杂志的201712月刊，此次曝片的大片风格鲜明，质感非凡。照片中，易烊千玺身穿蓝色卫衣，安静柔软，换上深色牛仔夹克，还有化身街头酷帅男孩，配上复古棒球帽，又显得十分有格调。轻松驾驭多种风格的易烊千玺，在镜头下的眼神坚定有力，带着少年独有的倔强，不仅演绎了自己独特的时尚风格，更展现了他不俗的镜头表现力。对此，网友纷纷评论道：“不得不佩服他的表现力，真的是太棒了，表现力真的没得说，真的期待千玺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。”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